这只鹅在这梳理羽毛呢，这鹅很多呀，这边有一只，我们扇三子，观察一下你，哟，抖了毛呢，你看人家那脖子多柔软，哎呀。羡慕人家的脖子，这面也是一个建筑，我后面那个大哥也跟着立个三脚架，看来也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呀，但是我现在着急回去上厕所，而且感冒很严重，哎呀，还是赶紧回去吧。